自信了，你不要介意。那就那个派头混进去，反正所以你还是跟打打完就再谈。啊什么？好奇怪哦！啊，你不要拿那个拍子，我拿另外一个镜头。哦，你要拿这个拍子，你要去借那个烂拍子。请你看我的手机。
一套。或者是你，但是我根本没有钱。要考一上课。本来就是比较休息，然后空了卧推。在研究。男子衣橱进行抽签，首先分组的第一名先上前来抽签。庄维杰、林心凌、蔡培伦、罗中凯。张义成、余维国、许玉杰，比较好跑啊，这应该有标准。Thank you.